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张野。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来参加南加州中国国乐团2019年国乐芬芳音乐会，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在董事长苏王秀兰女士、团长王国屏先生和指挥李小波老师的带领下，今晚我们希望奉献给大家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下面呢，就掌声有请我们的团长王国屏先生登台致辞，请大家掌声欢迎。各位来宾，我们前苏市长啊、我们的董事长，还有啊、Alan 吴议员，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抽空来观赏我们这场音乐会。南加州中国国乐团从2016年三个人开始。决定说要办这个国乐团，一个是我们的前指挥张一成先生，张一成可以请你上台来吗？请来这边，来你在我旁边。张一成是我们的老前辈，当时呢，老了的前辈，就是啊，他跟我提，然后还有我们的副团长许拓明先生，我们三个人因为，以前我们都在春雷国乐团，于妈妈年纪大了，她已经超过110岁了 ，right？ 108岁。他的身体不好，然后他也没办法再继续跟大家维持下去，所以说张一成跟江森还许拓明，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这里把大家组织起来。2017年我们办了第一场，然后2018年我们办第二场，然后我们的指挥退休，现在我们有一个新指挥李小波先生，然后呢，这三年多以来都是。经过 Mary 的支持，还有她的 guidance， 所以说我们今天才能够继续的能够把这个演奏会办下去。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一天可以，我们每天像这个礼拜，他们每天晚上都能够练习到10点12点，希望能够替各位带来更好的演出。然后呢，我跟张一成还有江森还有很多很多人的团员，我们主要的目的希望能够继续把我们中国文化传承下去，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下一代的小朋友都能够听到我们这个中国国乐。讲几句好。谢谢团长，谢谢全体演员，也谢谢支持我们乐团的观众们。希望我们今后继续大家共同努力，能够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不断地传承下去。谢谢。我们不多说，然后我们把这个交回给主持人。谢谢大家光临 ，Thank you for everybody for coming in. Thank you.那谢谢我们王团长的致辞。接下来呢，有请核桃市前市长，南加州中国国乐团总理席苏王秀兰女士登台为大家致辞，掌声有请。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能够来到这个核桃市的圣安东尼学院，欣赏一场这个美丽的盛宴。我觉得是我们的福气。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团长，还有副团长，还有我们的前指挥，
还有目前的指挥，如果不是他们执着的要把这个团这个中国国乐把它 organize 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传承的工作就很难。那最重要的呢，要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音乐家们，他们来自两岸三地，然后美国各个地方，每一个你不要看他们，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 very outstanding 的故事，因为他们都是最杰出的音乐家。那真的是非常的荣幸，今天晚上呢，我们大家有机会听到这么多的音乐家一起来为我们中华文化，因为这是我们的东西，国乐。你知道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科技文明的时代，很多东西都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取代了。如果我们不再执着，如果我们不再做传承的工作，我们的下一代在下一代在下一代在美国就不认识我们这五千年悠悠美好的历史。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请了我们核桃市刚刚选上的 Dr. Alan Wu， 还有我们加州众议员成立的办公室，他们一起来代表我们加州还有核桃市来颁一个奖给我们团长，还有我们的指挥。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这个孩子在团里面他是唯一的一个最小的，年纪最轻的，我觉得很感动，这么年轻的孩子愿意学习这样的音乐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颁奖给这一位小孩。那我们现在大家给我们的音乐家们，还有给我们这个 Dr. Alan Wu 还有 Philip Chin 的 Office 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Mary Sue市长，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王团长。我叫这个王团长不太灵光啊，因为 Peter 我们以前在这个 Public Work LA County 这个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 的时候是老同事，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指挥，还有各位俊男美女的这个表演者，今天非常荣幸我在这个地方代表核桃市来这个地方来跟大家enjoy跟欣赏我们中国这个最好的这个国乐。那我同时我也有一个这个 certificate 要颁给这个我们的王团长还有指挥李指挥，还有李指挥哦，来王团长，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属于核桃市的这个区域。那谢谢他们最杰出的这个表现，然后也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最美好的这个最美丽的声音，就是我们中国的国乐。谢谢。那我们也请我们那个加州众议员办公室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 from Philip Chin's office, our state assembly, Philip Chin, please.Hi,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My name is Paulette again from Assemblyman Philip Chen's office. He apologizes for not making it, but he's so happy that we can represent him here. And we want to congratulate Chinese Music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on a successful event. We're so happy to see the community, family members all supporting this association.我们下次请我们那个 Dr. Alan Wu 颁给每一位音乐家好不好？他答应了哈，所以呢请你们团长把名字给他，所以下次呢就请他每一个人都颁一份。 OK， 好，谢谢。感谢我们的董事长苏王秀兰女士和两位嘉宾的到来。接下来呢，我们乐团今年非常荣幸的请到了1300广播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钟迅老师来和我一起主持今晚的节目，下面就请大家掌声有请钟迅老师登台。
钟信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激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大小小的活动其实主持过很多，是，但是这样的一个民乐演出怎么会找到我呢？因为您的名气大呀。我特别感谢王国屏团长还有李小波指挥。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我其实跟民乐还是蛮有缘分的。1970年代的时候呢，家里面为了让我逃避上山下乡，学过吹笛子，学过拉京胡，还学过手风琴。但是呢还没怎么学好呢，就恢复高考了，所以就半途而废了。不过那一段经历呢，就是伴随着我从中国的民乐一起长大。不过这个对他这代人来说应该是听故事了吧。确实是，可能这段历史的话就是父母的口中或者是电影或电视剧上看到的。是，我听起来显得我好老啊。我问你，郭兰英是谁？哎，不知道。郭颂是谁？孤陋寡闻，这个确实不知道。郭富城是谁？啊，这个我知道。你看这代沟就表现出来。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呢，就是今天的演出有几大特色。第一叫做中西结合，第二叫老少结合，第三叫做新旧结合。怎么中西结合？中西结合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上的乐器呢，有二胡、京胡、琵琶、古筝，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中国音乐的乐器。那西方音乐呢，我们有大提琴，我们有低音的贝斯，我们还有高音的萨克斯，这就是我们的西方音乐。等会儿大家看，有一个老外现在没坐在这儿，有一个老外要弹中阮的。一会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老少结合呢？老少结合呢，我们团里边有年纪最大的是80岁的团员，年纪最小的呢只有14岁的高中生。就刚才大家看到领奖的这一位。对，是。新旧结合呢？新旧结合呢，我们选了很多的古曲来给大家欣赏，同时呢我们也改编了很多的新曲。另外也告诉大家，我们这次要打破一个传统的惯例。传统惯例就是让这个演奏者呢保持神秘不讲话，但是我们是希望呢，我们在这除了看热闹以外啊，还看点门道。所以我们这次要用问答的方式让一些演奏者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些乐曲的特点，让我们也学习一点知识。我相信这个你在排练的时候应该有所感触，但是他们没参加排练嘛，对不对？对，是。那在排练的时候呢，我呢是乐团里边资历最浅的，那在乐团呢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也跟老师学到了很多。那乐团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像今天钟迅老师跟我同台，那我可以跟钟迅老师来学习。说实话呢，他是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他拉大提琴啊，我呢是要跟你们学习，因为你们都身怀绝技，我就只会说话。我只会说话吧，一来他告诉是民乐演出还不听我说话，那就咱们就别多废话了，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演出开始，有请就是南加州中国国乐团的指挥，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京胡演奏家、板胡演奏家、京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李小波老师，掌声有请。哎，李老师您好，我们的第一首曲目啊叫做庆典序曲。那这首曲子呀，对于一些专业的乐团来讲都是非常难演练的。那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说这首曲子的难点在哪里呢？这首曲子呢是著名的作曲家赵吉平的作品，他呢中国的多部电视剧，张艺谋很多电影都是他作曲，很多他的，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呀，《大宅门》啊，《乔家大院》啊，这些。这首作品呢是全国全大陆的这个专业的，包括顶级的这个民乐团他们都演奏，所以我们呢是一种学习。它虽然好听，但是呢很难，难的呢是快慢不一，有快有慢，快得很快，慢得很慢。我说也没有。对，来一下。要不我们试一下。试一下的，咱们看看这难在什么地方啊。这不是全曲啊。谢谢李老师，谢谢乐团，非常的精彩。那大家非常期待的这首曲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庆典序曲。那这首曲子的领奏呢，二胡是由吴仁健老师来领奏，那京胡部分是由14岁的李书彤同学来领奏。下面请大家来欣赏。
感谢乐队的精彩演出。开场曲好听吗？那谢谢大家。阿美族呢是台湾少数族群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种族了。那他们能歌善舞，而且呢喜欢喝小米酒。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阿美族舞曲，就是根据他们除米时所唱的歌曲所改编的器乐曲。下面请大家欣赏阿美舞曲。
谢谢谢谢音乐家们。我1998年的时候去过台湾，在花莲呢见过阿美族姑娘们跳舞，她们的服装还有她们的舞姿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曲子，它是一个蒙古味道的曲子，叫做《鸿雁》，它是古筝和大提琴的结合。这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中西结合，大提琴是西洋乐器，古筝是中国的有历史悠久的一个乐器，这两个乐器我都很喜欢。我尤其喜欢古筝，大概跟我怀旧有点关系哈。我太太说你这人就喜欢怀旧，我说怀旧有什么问题啊？她说没问题，只要不怀念旧女朋友就行。我说你放心，我绝对不怀念他们。她说啊，他们你有多少啊？这是开玩笑了啊。如果大家喜欢读古书的话呢，你也可以下次再读书的时候呢，放一点古筝的音乐，立刻就能让你找到感觉。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种拉的乐器，古筝呢是一个弹的乐器，它们两个好像关系也不太大。古筝2000多年历史，大提琴是差不多16世纪的时候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对这个曲子啊增加一点了解，我们呢等一下请这个古筝演奏家佘苏老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种中西结合，然后大提琴演奏家呢是张帆老师。这个曲子呢它很有意思，它是一个蒙古的味道，所以中国的乐器加西洋的乐器，然后演一个蒙古味道的乐曲。那我们现在就有请大提琴家张帆老师还有古筝演奏家佘苏老师。那请很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西的结合这首曲子的特点是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古筝哈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弹拨乐器，那它呢主要是颗粒性比较强，就是我们要演奏一些连续性的音呢，我们会用摇指这个技法去延长。可是像我们的大提琴还有弦乐类的这些乐器呢，它只需要就是一弓拉下去，它就可以很连贯。所以呢，就是这个古筝跟大提琴，我们现在用这个形式来演奏呢，其实弥补了，有一个互补的这种感觉吧，就是弥补了古筝的颗粒性，就不够连贯。但大提琴呢，我们知道它的声音是比较浑厚的，其实有点像那个蒙古的马头琴的这种音色。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李指挥在改编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希望用古筝这个比较清脆辽亢的这种声音，跟这个大提琴这个比较低沉的这个声音一个就是相结合，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形式吧。哇，谢谢，学到东西了。好，我们来欣赏两千年历史的乐器和16世纪发展的乐器之间的结合。
Hello， 谢谢张帆老师，谢谢佘苏老师，谢谢。接下来呢，谢谢。接下来是一曲二胡独奏，这个曲子我得好好说说啊。这个曲子名字呢叫《拔根芦柴花》。那我当时问了一些朋友，说这个芦柴花是什么东西？他们说这是扬州人叫那芦苇叫这个。我们知道插秧是一个很累的劳动，其实跟很多其他的劳动一样，那时候呢，为了能够在劳动的时候减轻疲劳啊，有很多的民歌就是这么产生的，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干活，这样就能够用节奏排遣一些疲劳。拔根芦柴花呢，它跟插秧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它符合很多民歌的特点，就是比兴，就是我拿唱另外一个东西来讲这件事情。我后来学了点扬州话，这个拔根芦柴花呢叫做拔根芦柴花。如果下面有扬州人说，不要见笑啊，谢谢谢谢。那么二胡独奏呢是吴仁健老师，吴仁健老师呢，有人认识他，吴仁健老师我要讲两句啊。他以前呢是这个乐团前身的一个演奏员，这个乐团前身呢叫春雷国乐社，人还没有多到叫乐团的程度，那个时候吴仁健老师就在这国乐社里面了。后来呢他下海经商了，哇，赚了大钱呢，赚了，吴老师呢，赚了大钱以后呢他就退休了，回来重操旧业。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赚钱再一次证明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个人的激情那是没办法，他最终还是得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请百万富翁吴仁健老师上台，开玩笑啊，开玩笑，谢谢吴老师。我们就呢现在就带着一个插秧的想象，同时呢在想象着一个百万富翁在给你演奏。来，我们来欣赏拔根芦柴花。
朱老师，哎呀，下面这个我可有话说了，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讲过，我小时候学过吹笛子，那个时候呢，就有一首曲子被看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大山呐、啊，叫做《扬鞭催马运粮忙》。啊，我知道很多来自台湾的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也许不知道，但是这首曲子对于一个吹笛子的人来说，那几乎就像是一个弹钢琴的人要弹到恨不得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个程度。所以那时候呢，我望尘莫及，最终我也没能把这个曲子给吹下来。可是呢，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啊，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曲子嘛，这个曲子呢，它变成了几代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然后在排练的时候呢，我就见到了笛子演奏家赵老师，我就说：“请问您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赵笛子。”我就不知道接什么了。我想说，这历史上有没有哪位著名的民乐演奏家叫张二胡、李琵琶、王古筝？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们就来有请赵笛子老师给我们演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三位驻奏的笛子。笛子老师，一个是张婷，一位是朱红谦老师，还一位是田宝荣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
感谢这么精彩的笛子演奏。那琵琶呢，俗称民乐之王，而且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琵琶曲彝族舞曲呢，将会由我们的刘玉老师来为大家演奏。那刘玉老师呢，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且曾任中央民族乐团的琵琶演奏家。下面掌声有请刘玉老师登台。刘玉老师您好。刘玉老师可以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目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首曲子呢是旋律非常优美动听，节奏铿锵有力，描绘了这个彝族山寨迷人的夜景和人们欢乐的舞蹈场面，是一首非常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曲子。好，谢谢刘老师。那迷人的夜色，欢快的乐曲，就将是我们彝族乐曲所将展现的。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彝族乐曲。有请。
谢谢刘老师，谢谢，太震撼的演出了。我决定我让我太太跟他学琵琶，我去学古筝，我儿子学吹笛子。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四个人，让他们呢先拿一下这个乐器。一位呢是二胡演奏家，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位指挥，叫做李小波老师。另外呢，一个是古筝演奏家，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佘苏老师，佘就是佘太君的佘。啊，第三位呢就是京二胡的演奏者，叫李书同同学，就是刚才14岁的那个男孩子。还有呢就是大鼓的演奏者，叫做李书强。请音乐家们上场，欢迎佘老师。这里面呢，我要谢谢，谢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注意看啊。李小波老师跟佘老师是夫妻，然后那个14岁的是他们的儿子。我告诉大家，这是个不得了的音乐家庭。为什么呢？佘老师除了弹这个古筝之外，刚才在那弹那个乐器，长得很像是西方的竖琴，这个乐器叫箜篌，这是一个中国的乐器。然后等一下下半场还可以听到他弹中阮，他还拉二胡，你说说这得了不得了。然后李老师，李小波老师呢，哎来了，哎李小波老师呢，他是二胡、京胡、板胡、京二胡啊，他这个胡琴都会以外，他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呢，因为学了作曲，还弹钢琴，他还拉小提琴，他还复修扬琴，你说这事儿的，对，点赞点赞。再看看这位 Arcadia 高中14岁的男孩子，哎，他是京胡、二胡、京二胡不算，他现在在 Arcadia 高中乐队里拉小提琴。我告诉你，我也曾经14岁过，我什么都不会。他们呢，弹大鼓的这一位先生呢叫李书强，这位儿子叫李书同、哎，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李书强跟他们家没关系。但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演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好几种乐器。李书强先生，大家看到他是唢呐演奏家，等一会儿下半场的时候，他给我们吹一个精彩的唢呐独奏曲，叫《山村来了售货员》。哎，等一会儿还有一个叫《一条大河》，你注意听他的那精彩的唢呐的演奏。但是呢，这儿我很快要请教佘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曲子叫《夜深沉》呐，这是一个著名的京剧曲牌。今天的这个安排是怎么一回事？给我们上点课。又上课。又上课，对。这个呢，我们知道《夜深沉》是非常出名的这个京剧曲牌。我们知道主奏的乐器呢是这个我先生手里拿的这个京胡，还有我儿子手里拿的这个京二胡。几乎说是没有人用古筝去弹这个《夜深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曲子特别是在剑舞的这一段呢，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呢，它主要是考验这个，弹拨乐的这个基本功了，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很高、难度系数很高的一个曲子，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吧。谢谢，好，我们就欣赏家庭版的《夜深沉》。
非常感谢几位音乐家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演出。那佘老师请留步，因为接下来的曲目呢是渔舟唱晚，依然要由佘老师来参与我们的演出。那在大陆呢，看惯了新闻联播的朋友都会知道，7:30啊是天气预报节目。那渔舟唱晚呢，就是这个天气预报的配乐。那通常呢，这个渔舟唱晚呢会由高胡跟二胡来主奏，但是我们乐团呢把它做了一个古筝的重奏曲。那请佘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目。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因为刚刚这个琴在那个后台的那个空调房放太久了，然后刚一出来弦断了。但是呢幸好我们古筝弦多，所以我把整个曲子移低了一个八度来弹奏，所以不好意思影响了大家的欣赏哈。这要是二胡断根弦的话就完蛋了。对对对，刚刚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有讲到，就是渔舟唱晚这个曲子呢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一段插曲哈，那个背景音乐，它是古筝跟高胡的这个一个配合。那我们呢就是说现在把它做了一个尝试，就把它改编成了古筝二重奏的形式。虽然说是看到有这么多台古筝，其实我们是分成两个声部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都是古筝的音色，然后做一个这种重奏的形式，可能感觉上面更和谐一些。谢谢。哎，谢谢我们的佘老师。那佘老师要不要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古筝的这个声部？可以啊，我们先请他们出来吧。有请我们南加州中国国乐团的古筝声部，请各位演奏家登台。其实我们这个古筝演奏组呢，我们大家知道都是多才多艺的，像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的琵琶演奏家刘玉老师，他同时也是古筝演奏家，然后我们的这位漂亮的菲菲小姐哈，我们刚刚有看到她在那个我们打击乐有做精彩的表演，然后这边两位呢是虽然说进团不久哈，他们主要是从事这个我们古筝声部的一个演奏。那这边这位帅哥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Jeffrey， 对他呢，我们刚刚有看到他是弹我们的中阮，然后这位漂亮的 Judy 小姐呢是我们的扬琴演奏员，所以我们这个 group 应该说是大家都是多才多艺的哈，希望大家接下来能够 enjoy 我们的这个演出，谢谢。来，谢谢佘老师。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渔舟唱晚，有请佘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其实我看到他们演出，我又增加了一个学古筝的动力。大家发现没有，弹古筝的人都很漂亮啊，而且基本上都是女的。如果说刚才那帅哥很聪明，他如果家里有年纪大的男孩子还找不到太太的，赶紧让他学古筝，机会大大的。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音乐会，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呢，我觉得好像是给我一个人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在中场休息以前的这首乐曲啊，我觉得给中场真的画上一个特别完美的句号。这个呢是有强烈的历史烙印的这么一个曲子，它叫一条大河。一条大河，那是在中国和美国还打仗的时候，五几年一个电影在朝鲜战场上叫《上甘岭》。那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跟小张我说，你知道郭兰英是谁吗？他说他不知道。郭兰英就是这个电影里的那个一首歌，叫做《我的祖国》，后来呢变成《一条大河》，因为这首歌的头四个字叫做《一条大河》，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语言非常的多，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语言呢，都有一条大河这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不是光是语言，它是超越了语言，它有一种历史的意义。我在参加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就听到佘老师，就是弹古筝的佘老师，跟他的先生指挥李老师说要弹这个一条大河啊，四川话，他们两个都是四川人。我一听说一定要打我，我听说这一下听差了哈，但实际上我特别有感触，因为能够在中国的任何的方言都唱这么一个歌曲，然后最后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乐曲，那真的是它能够穿越历史走到今天，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你很熟这个乐曲的话，那么就请您带着回忆来欣赏，如果您不知道的话，那么就希望它今天以磅礴的气势和温暖的抒情的旋律在这个晚上与你们相遇。一条大河。
西听广东娃的人归搜，有没有广东朋友？哇，我们台下这么多广东朋友，这句话是我现学现卖的。因为呢，等一下我们这首乐曲呢是广东音乐，就是为了答谢我们这些广东朋友。那我们乐团呢也有广东人，汉叔呢就是我们乐团的广东人。那广东人煲汤和煲粥都是一绝，那汉叔也会经常煲一些美味的汤粥来犒劳我们。那么我们让汉叔来帮我们讲一下这首广东乐曲，让大家听一下广东话好不好？谢谢 Katie， 谢谢。喂，各位好。哎，广东音乐咧就系源远流长，美妙动听。我哋樂團咧亦都有廣東音樂小組，經常喺啲社區演奏好多廣東音樂，去雨打芭蕉啊、卧馬搖鈴啊、看天雷啊、娛樂升平啊等等。以下一首咧就係王錦培先生改編嘅《德勝寧》，以前叫《顏樂平沙》。我演奏呢一首曲已經55年啦。1964年我開始演奏嘅，但係咁好嘅陣容咧係第一次，絕對係首演，希望大家中意。德勝寧，希望大家喜歡。好，謝謝漢叔。廣東音樂源遠流長、優美動聽，這是我聽懂的，不知道你們聽懂了多少呢？那接下來就請大家欣賞廣東音樂《德勝寧》，有請李老師。
谢大家，大家多谢大家。我嘅广东话讲得唔好，但系我识讲唔识听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是一首板胡独奏。板胡呢，它跟京胡、二胡不太一样，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小时候拉过京胡，我知道京胡是那个竹筒子外面包蟒皮，二胡也是这样。但是板胡呢，是拿个椰子壳，然后外面一块薄木板，所以叫板胡。这个是一个北方的乐器，听那个河北梆子啊，什么这种评剧啊，什么有时候会听到这种乐器。那么我们现在就请李宇华老师给我们来一曲板胡独奏，叫做《春城节日》，有请李宇华老师。Thank you.
感谢我们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曲目叫做《小放牛》。这首曲子呢，原本是河北民歌，后来被改编成了笛子名曲。那我们乐团当中吹笛子的朱洪谦老人已经年逾80岁了，但是呢，他对吹笛子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每周呢都坚持来乐团跟大家排练节目，是我们乐团全体成员的学习榜样。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朱洪谦老人，谢谢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小放牛》。
谢谢朱老师，谢谢。要长寿，就要学一个乐器。好吧，接下来呢是古筝琵琶二重奏，叫做《春江花月夜》。Thank you.
说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呢，有一个人必须得提一下，他名字叫彭修文。当然可能不是我这代人，或者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这个人呢，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做了真的是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还记得当时大概是76年、77年吧，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呢，他带领着一个乐团叫做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聂耳的名曲《金蛇狂舞》啊，当时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后来呢，他把大量的中国的古代的曲子做过改编，而且他还把一些外国的曲子尝试着用中国的乐曲演奏。那么接下来这个曲子叫《达姆达姆》，达姆达姆呢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间的乐曲，这个是弹拨乐队啊，这个是我们的南加州中国国乐团弹拨乐队演奏的，它是模仿那个敲鼓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个刘玉老师为首啊，请这个南加州中国国乐团的弹拨小组来给我们演这首叫《达姆达姆》。
啊，谢谢大家，太好听了。当年也就是彭修文先生带着这首曲子去莫斯科，一举夺得金奖。接下来呢，就像刚才预告过的一样，我们请唢呐演奏家李书强先生呢，给我们来一曲唢呐独奏。感谢老师的精彩演出。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赛马》，它是50年代创作的一首，在蒙古草原上描写赛马场景的一首曲子。那它的难点呢，就在于要用两根弦的二胡来展现激烈的赛马场面。那我们乐团今天要演奏的这首曲子呢，叫做《新赛马》，它在原本的基础上呢，更加的困难。而且呢，是由我们乐团年纪最小的李书彤同学来领奏的。那我也很好奇，李书彤同学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二胡？让我们来问一下李书彤同学。李书彤同学，有请李书彤同学。李书彤同学，你好。你好，大家好。你是多大开始学习二胡的？我从小五岁，五岁开始学习二胡。学习二胡辛苦吗？
还行吧。有点不好意思是吧？那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二胡呢？像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他们可能会选择说西洋乐器，钢琴啊，小提琴啊。那你觉得二胡这个乐器它酷吗？首先呢，我觉得二胡吧更独特一点，因为会的人比较少，尤其是在国外，你知道吧？国外的话，就是大部分我这个年龄的他们就是会拉什么小提琴啊，弹钢琴，但是我也会啊，但是都会一样，我们中国的乐器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传统啊，对啊。没错，讲得非常好。那我们的民族音乐是最酷的，会拉二胡的小朋友当然是更酷的。那也希望说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让你们的小孩子来学习我们的民族乐器，来弘扬我们的民族音乐，让我们看到了南加州乐团后继有人。谢谢，下面掌声有请新赛马。
你看那个爸爸一激动，确实是有这样的儿子，我也会这么激动。他在 Arcadia 高中拿着这乐器，人家白人说你这是什么的干活，人家白人根本不认识这玩意儿。接下来呢还是二胡曲啊，但这是个二胡齐奏。刘天华必须得提一下，他是中国应该算是二胡这个乐器的鼻祖。他除了留下大量的二胡名曲，像我们都熟的什么良宵啊、空山鸟语啊、光明行啊之类的，他对二胡这个乐器本身也进行过重大的改革。但非常遗憾的是呢，他在3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个年代20世纪初啊，医疗条件也不好。不过幸运的是呢，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14岁的男孩子啊，居然是他的第五代传人，不是说他的曾祖父，是说艺术上的第五代传人，这就意味着他爸爸是第四代传人。那么作为刘天华先生的第四代传人，接下来这首《光明行》，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光明行》是一首以进行速度为主的这么一首铿锵有力的曲子。那么这个曲子在那个年代的它的解释跟现在应该不是完全一样，那个就在30年代的时候也是预示着光明，但我们现在预示着我们的民族音乐事业，我们的南加民乐团，我们的中华的这个5000年的民族音乐艺术光明在前面。谢谢大家。二胡齐奏《光明行》。
感谢各位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大家都很热情。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乐团呢，从团长到团员，每一个人都是义务的参加我们这个乐团，因为我们乐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所以呢，大家都是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才加入了我们这个乐团。大家都希望说，把最好的民族音乐带给每一位观众朋友，弘扬我们的民族音乐。对，他们无数次的排练，有时候常常是到午夜十二点，完全都是义务的。你看，大家今天来看演出，也没有花钱买票，演出也是义务的。这里呢，我想我们用掌声对他们表示感谢。谢谢。同时我特别感谢王国屏团长，因为这个在我们认为几乎是一个没有回收的投资，但是我倒是认为，正是今天有这个平台让他们演出，让你们来参加，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这些乐器，这些乐器长得很好看，声音很好听，也很酷。我们的孩子学会了这些以后，绝对能上名校。李老师，这样的话，对，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就能把这个乐器和他们的表现从美国社会的边缘推向主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李老师看到大家这么热情，要不要啊？李老师已经汗流浃背了。再来一首。大家要不要再听一首？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好。那接下来就把这首《花好月圆》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事业、爱情、家庭都像曲目一样花好月圆，好不好？来，也请。谢谢，谢谢各位艺术家们，谢谢王团长，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光临，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再度在台上见。谢谢，祝大家回家旅途愉快，谢谢，谢谢，祝大家晚安。谢谢，谢谢小张。谢谢钟迅老师的大驾光临。谢谢，晚安。大家晚安。